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月悟教研集。沉迷，最好不要太过沉迷于自己不安的情绪。正如在旅途之中看到了很多事物，你可以观察这些事物，但不必停下来探究，也不用为自己的感觉而紧张。清净心，如何才能够找到清净心呢？怀着真诚的愿望去发掘，并且以自心调伏自心。保持正念，我们不可能整天都在打坐禅修，因此需要一个在生活中可以修持的方法。要点是我们必须随时保持正念，无论在做什么事，要善用心的明晰力去观察心念的生灭，然后在一天结束前问自己，今天做了什么？即便只能在一天中某些时刻保持正念，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。行善止恶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正如水往下流，烟往上升，并非能够随意地改变。
因此，我们应当了解善、恶、果报的因之后，去行善之恶。面对烦恼，我们修行人真正要面对的是烦恼的祸患。但是如果没有太大的事情发生，也没感受到烦恼对自己的影响或打击，我们就没办法真正展开羞耻的旅程。法无高低，佛陀具备善巧方便，总是在想众生的心意是什么。有些众生还不知道无我，佛陀也不勉强众生去听。有些众生不能接受菩萨道的法，佛陀也不会勉强他们去接受。佛陀希望众生得到究竟的快乐，但因为众生根器不同，所以用的方法也是不同。
往生净土。阿弥陀佛有这样的大愿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听闻，记在心中，还要去实修。对于无量寿佛，对于净土的功德庄严，要常去听闻，一直观想。只要能够具备这样投身净土的因，不论天人、龙族、人类，都能够在往生之后亲见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净土。根基，众生可分为三种根器，每种根器有相对应其程度的不同修持方法。尝试修持超过自身程度的修法，实为智。我们首先必须打好基础，因为若未降伏自心，而想要利益一切众生，有如天方夜谭。但对大乘行者而言，其法门的根基在于菩提心，这就是大乘佛法基本的因缘条件。息息相关，世界上任何生命都和我们息息相关，环环相扣。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喜乐，就要珍惜所有的生命和周遭的环境。
一指净处。因为所有内外的混乱都是源自于内心，所以内在的平静比外在的净处更为重要。如果我们观察星辰在天空移动，四季的转换，就能够了悟无常。即使没有人对我们讲说无常，我们也自然会对无常有所感觉。这并非是在书上的教导，而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感受。相聚一起，我们相视相聚，看到对方会升起一种欢喜的感觉。如果有一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相聚一起的背后原因，我们可能无需太多言语，只有感动的互相拥抱、微笑或者哭泣。无论如何，今天能够相聚那么的融洽，绝对不是今生短暂少许的因缘所致，可以说是过去多生多世的因缘合合而成的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
1996-5232，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大悲观音道场学佛行仪课程，恭请广护法师主讲。正确的烟供观，即传授噶举系统简单烟供仪轨，恭请滇京多杰喇嘛主讲。日期4月26日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，观音的慈悲普门品。开课通启，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，共8堂课，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，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。因缘难得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最吉祥，谢谢。
凭感恩，即使闻教法是为罪计较，忍耐与顺从得见诸沙门，时时论信仰是为罪计较，此之今生活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。